My God！站起来！你啦，听不懂是不是？怎么样？你们两个又想要来找茬是不是？哎，人家叫你们站起来，你们两个就真的站起来，真是白痴！我们只想好好受训，为什么你们要偷班长 MP3，把大家搞得半死？那公有这样，那公有这个代志哦，我是真的觉得，你们要跟人家道歉，道歉啊，还有你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要不要我跟你说对不起？请你们两个退训。我都跟你说对不起了，你现在想怎么样？听不懂是不是？我叫你们退训呐！要退训也是你们退啦。好啊，我就帮你打退训。来啊！来啊！现在扯平了。我哎，赖虎，赖虎，马上啦！好了，卖个把啦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造反啦！三太，每天操得这么累啊，给你们时间休息不休息？莫名其妙。余善人，你说。包班长，我们一开始就一两个人在讨论一件事情，男生嘛，就讨论的人就越来越多，大家就越来越激动。可这没有什么，我们只是想要大家互相彼此了解，彼此了解啊，好。我给你们一个好的环境，让你们彼此了解。你们五个，跟我到外面看夜景，顺便罚站。走！干什么？五个，走！班长，拍死了，又连累你了。刚挨的那拳很痛哦。还好啦，习惯了啦。这就是章鱼哥的宿命。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你这么幼稚是没看过卡通啊？章鱼哥是永远逃不过海绵宝宝的魔掌。你这个大海绵。我去。哼，海绵宝宝还形容得真好、哦。我看啊，就是有你这种大海绵啊，现在整个特战部队都已经要变成章鱼哥部队了啦。吵什么吵啊？少年罚站还吵啊？休息不休息，还吵架？人要脸树要脸，不要给你们的脸不要脸。两天夹紧啊！手臂给我夹紧，下巴给我低紧，好，你们要乖哦，要相亲相爱，不可以吵架，我们要团结一条心，抵抗外敌，知道吗？很好玩是不是啊？你给我真笑哟。
要不是看你可爱哦，我早就……嗯。你是什么东西啊？报上名来吧。我叫林磊芳。你林酒嘴吧？哎，我们是同一班的，你以为我们不知道你的名字啊，吴君凤？哦，没想到我这么有名哦。哎，你碰到我吴君凤大将军，算你倒霉。这是。指你个大头啦！哎，你要不要把你名字中间那个君字拿掉啊？为什么拿掉？我说你是吴凤啊，啊，莫名其妙。这是啦，就要被处罚了，还吵什么吵？哎，老梗喽，我刚已经用过了，你不用装了啦，加紧加紧。吴君凤，很好玩嘛。我就跟你说，班长。别人被处罚，你凑什么热闹？一天不受罚，不开心是不是？吴大将军，笑什么笑？还笑？停！王班长叫你们回寝室休息，休息之后不建议解散。休息。班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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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走吗？有话想跟你说，方便吗？